营中宣扬他的光荣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全部早安。我们在今天与普世教会庆祝一位圣人，是总徒圣路茂巴多罗茂。巴多罗茂是来自加纳，他因为菲利伯的介绍，他就来到耶稣跟前。但是他一开始对耶稣、对菲利伯所带来的消息有一点点的怀疑，所以有什么好事来自拿撒勒呢？不过他遇到了耶稣之后，他整个的人、整个的信仰有一个大的转变，他相信、接纳耶稣基督为弥赛亚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。我们的天主，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Amen。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宣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主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主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一和圣神，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你赐给了圣路茂总徒坚强的信德，使他终生地追随你的圣旨。求你也赏赐我们同样的信德，并使你的教会赖圣总徒的带导，成为举世万民皆以获救的圣事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攻读圣若望末世录。有一位天使走来，告诉我说：“你来，我要把羔羊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。”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，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。他把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。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，城的光辉好似极贵重的宝石，又像水晶那么明亮的苍玉。城墙高大，有12座门，守门的有12位天使，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。东面有3座门，北面有3座门，南面有3座门，西面有3座门，
城墙有十二座基石，上面刻着羔羊的十二位宗徒的名字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。上主，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。上主，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，愿你的圣徒同声赞颂你，讲述你王国的光荣，传颂你行事的威能。上主，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，让世人尽知你的威能和你王国伟大的光荣。你的王国永世长存，你的王权万世无疆。上主，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。上主的行径至公至义，上主的作为圣善无比。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，所有诚心诚意呼求他的人。上主，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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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老师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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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，腓力遇到拿撒勒尔，就对他说：“梅瑟在法律书上记载的，和先知们所预报的那一位，我们找到了。他就是若瑟的儿子，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拿撒勒尔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来看看吧。”耶稣看见拿撒勒尔向他走过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啊，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心中毫无愧诈。”拿撒勒尔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叫你以前，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拿撒勒尔回答说：“老师，你是天主之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耶稣说道：“因为我对你说，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你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。”又对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天门敞开，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”基督的福音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，神父们也是一样，有来自越南，来自印尼，来自欧洲，来自美国美洲，有很多是非洲。那我们可能我们一看到了某某人来自哪里，我们可能就有一种的偏见，说哦，你是从
哪一个国家，你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来自美国，哦，阿多嘎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你们来自东南亚，哦，应该是怎么样的？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教友就跟我讲说，哦，你来自印尼，印尼是落后的一个地方，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？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有这种的偏见。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是腓利伯，他带了一个消息，他遇见了耶稣，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拿撒勒。旧约里面每一次先知们所预言的末西亚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我现在呢也邀请你来看看，来到他跟前。但是拿撒勒他就是有这样的偏见，这个偏见不只是拿撒勒自己，他们那时候对拿撒勒的想法就是这样的。拿撒勒是一个小村庄，在旧约里面呢没有记载过有关这个地方，所以可以说拿撒勒是无名之地。当时从拿撒勒来一个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一位等待的末西亚，这个就是出乎人所想象的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拿撒勒就说，从拿撒勒有什么好事会出现吗？腓利就说，你来看看吧，你不要说太多了，不要问太多了，来看看，用你的眼睛看，你看到了之后可能你也会改变，你会跟我一样。拿撒勒他也听到了，他也听也去了，跟着腓利去到耶稣跟前。那他到耶稣跟前还远远的，耶稣一看到他就说，哦，这个人不认识他，你在无花果树下在那边默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我就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。想一想拿撒勒他在无花果树下他所想的是什么，没有人可以知道他在那边想的是什么。当时耶稣他有嘲讽的能力，他看到拿撒勒在那里，他也知道拿撒勒在那边 他是做了什么，他想了什么。他就说，你还在无花果树我就认识你了。那拿撒勒他就说，你就是天主子，你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一位。那这两个拿撒勒所说的，这个就是包含了以色列人对末西亚的一个看法。末西亚他有一个超能力，他就是天主子，他就是他们的拯救者。那耶稣就说了，你因为这样的你就相信了吗？将来会有更大的事情，你要做的更大的事情。我们跟随耶稣基督，而不只是说来走耶稣的脚步，以后呢就开开心心的这样的，有更大的事情我们要去完成。那这件的事情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要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，大事为了耶稣基督，而我们要做见证。那耶稣就跟他们就讲了，将来你们会看到天使会上上下下。那这个让我们想起早期应在创世纪吧，雅各伯他做梦，在伯特尔做梦，他做梦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梯子，那这梯子呢有天使上上下下，那天使上去的时候把人的祈祷，把人 的渴望带到天主那里。那这些天使从天上下来的时候，把天主的祝福，把天主的恩宠带给人。但是因为人犯罪，这个的天好像是被关闭了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他来了，他要再一次的把天打开，把天打开，那天主的恩宠透过他带给人间，带给人，那也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人所做的奉献，我们的祈祷
带到天主那里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新的天体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跟天主有这样的来往。好，我们听了纳森奈尔，一开始他对耶稣基督的消息有一点点的怀疑，但是到最后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，承认耶稣为摩西亚。我们自己呢，我们是否也对耶稣有一点点的疑惑呢？可能我们需要像纳特奈所做的，到耶稣跟前坐下聆听。另外一个是我们看腓力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，他把这个消息跟纳特奈分享。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信仰与他人分享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，在纳特奈尔总督的亲日，再一次宣誓我们的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。他因圣神有童贞玛利亚区的肉躯而成为人，他在绑罪比拉多之战时被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，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，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，他的神国万事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体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发，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，同享光荣，他曾借先知们发言。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，我承认世罪的圣洗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，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现在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一切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施恩的安慰者圣神亲
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求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是的。